女孩全身上下最娇嫩的部位就在私密处，也是最需要细心呵护的肌肤。因为很多人认为只要清洁干净就足够，这是不对的观念。因为随着时间和体内胶原蛋白的流失，私密处所产生的阴道松弛问题往往会越来越明显，像是产后松弛、先天因素、年纪渐长，或是曾经急速胖瘦等等，都可能让私密处产生阴道松弛的问题，严重者还甚至会出现漏尿、频尿的问题。红颜生医科技最新私密紧致科技，将幸福密码锁在这一瓶摁机玉手私密紧嫩精华，除了能重塑阴道 3D 紧实以外，还能增加 4D 动态弹力，完全展现女性魅力。